但公车超扯的，路线显示器挡风玻璃整块掉了。右边更惨，车顶掀开，车门变形，形同废铁，从车里看惨不忍睹，满地碎玻璃、电线、坐垫、门板撞得密密冒冒。中山北路这场车祸到底怎么回事？白色车插进来，从那边那个分叉道插进来啊，插进来这个公车给它扒，两个不相让啊，要闪它这个靠道树，你不知道这么厉害啊。撞得厉害，幸好车上乘客11人仅受轻伤，两个驾驶也都没事，肇事责任归属有待厘清。